练好，不然就击倒对方了。现在是铁罗汉高度不一样，破级这个要变得够高才好。还有，来继续，没有关系。三人搭档。现在是我们这个品试的部分啊，之前那个台北全中，台北是因为得到我们的金牌，就是个品试项目。这个品试就是虽然没有打到对方，但是他整个的动作、气势都是他整个的评分的标准。所以事实上，品试在打的时候，你必须看到对方的杀气、确实度、点都必须要完整的呈现，才能够完整的展现出这一套拳法。我们的品试结束了，这都是后来国家我们未来很有希望再度夺金牌的选手。好，第二位来了，哇，高度提高，这个这一次有没有办法击破他？哇，掌声可以，哇，太紧张，连音响都吓到了，整个音响都没有声音吓到了。而且不要忘记了，前面有很精彩的表演啊，所以在远方虽然一年级没有办法看到，但是我就会现实跟大家做一个即时广播。好，也是一样，这关越来越困难了，尤其四人要打的部分，它的配合度非常的高。你必须不是一个人打完就好，他必须要看你的对手是不是同时可以到定位，所以这个困难度又再次的提升。是，其实打起势真的是非常有精神，好看不得了。没有办法，没有快点。
我决定再一次，我不相信再一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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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一定太紧张了。怎么样，同学一定少了同学的掌声鼓励，同学掌声鼓励一下。CEO， 看你要 CEO。完了。没有，好，没有，请掌声鼓励，谢谢。